幸好我也很忙，要不然说不定我也会怪你的。这可是当地特色菜文昌鸡，大家快尝尝。是吗？来来来，在哪儿？这个好吃，挺好吃。嗯，不错。喂，怎么跑这么远啊？有些事儿啊，我要跟你严肃的谈。是吧？玩累了。嗯，今天走的有点多。回来，明天你们就能玩。明天就不出去了吧？后天27号就要发射了，这两天我们要留在基地给你们爱的关怀。那我可以跟同事们好好交代了。嗯，好了，不酸了，早点睡吧。嗯。哎呀哎紧张吗？紧张。国家几十亿的投入，上万人，10年的青春，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嗯，晶晶。嗯。27号准备发射完，28号一大早。我要飞到北京的飞空中心了，又要几个月。我知道啊，你又不是第一次来基地，我早都做好心理准备了。所以呢，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陪你一下呢。要。嗯，那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强烈的希望了，那我就成全你一下，答应你吧。正好我也有很多工作在北京。哦，对了，玉图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什么呀？这几天大家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就只有小李一个人闷闷不乐。
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是他跟小辉有什么事情了吗？小丽上个月生病住院了，小红没能赶回去，那几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嗯，那要我做什么呢？可是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太合适。不用了，做一个航天人的家属的确很辛苦，如果小李觉得和小辉在一起付出太多不开心，我们也不能全然付出。嗯，幸好我也很忙，要不然说不定我也会怪你的。Thank you.